母亲节礼物？母亲节没有？我没有啊。母亲节一般都是跟对方的爸妈庆祝比较多，但是我觉得今年是比较特别嘛。那你们是第10年，还有今年是你们有第2个小孩嘛，所以我觉得，对啊，今年母亲节比较特别的，对，还是要做点东西给他的。唉，有什么？你觉得呢 ，Jasper？ 哎，对，是有一个。我们3个男人谈一下。 OK， 那你觉得我们2个爸爸应该送什么给妈咪呢 ？Give them some flowers, iPhone or shoes. A pair of shoes? Yeah. For what? What is it? Right? 我们现在你帮我们想了，不是 ？I'm going to go moonsault. 哎，这样子吧，先写一封信，然后用你的歌唱出来那封信是写讲什么。 哎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对啊，这个除了作为父亲的我们。 有点惭愧。那是为什么会作为父亲的我们是为什么会惭愧？就是因为我们他在付出的精神爱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没有很大的帮助对他。就我们付出的没有他多嘛？一定。对啊，因为他不是全职的妈妈嘛，他又有时候又外面工作，又回来又工作。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是挺辛苦的。 除了一份感动，一份感激，其实我们是有点惭愧。好了，做一份记录。搞定，唱了。哇，写字都流汗，我怎么写字写到流汗？亲爱的老婆母，亲爱的。 老婆，亲爱的老婆，要多两个亲啊，对，多一个亲啊，亲。亲爱的老婆，啊，亲爱的老婆。 都已经成为了多年的妈妈，是不是他一直在练歌哎？最怕，他们以为他们是那个自创歌手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押韵。在未来日子里，我们的波振地能够可以做的没。 能够可以做得更好呀！嘎吱，能够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加好，能够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，爱你们的老公。哎呀 ，OK，very good，好好啊，好好。